Shuai Block 就打破常规，推出一系列近万日币的便签纸，而且还卖到断货。估计你也猜到了，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便签纸。乍一看之下很普通，但是其中却隐藏着让人惊讶的设计。当你一张张撕掉便签纸后，就会发现它的奥秘。撕完所有便签，一个京都清水寺跃然纸上，层层叠叠的便条纸就这样成为精致的纸雕，艺术感十足。就连栩栩如生的茂密树木也细腻呈现出来。但这还不是最特别的，最让人佩服的是每张撕下来的便签部分还会有人物剪影，这些人物叙说的是一个姑娘从少女成长为母亲的故事。这样土豪级的文创让你用完还有绝对成就感，难怪再贵也可以卖得官网服务器瘫痪。